弟兄姐妹，大家早上平安，欢迎大家参加今天早晨的更新晨祷会。首先让我们来唱诗歌赞美我们的神，预备我们的心来一起祷告。我们唱诗歌，我要歌唱耶和华的大慈爱。我要唱耶和华的大慈爱到永远，我要唱，我要唱，我要唱耶和华的大慈爱到永远，我要唱耶和华的大慈爱，用我口叫人知道你大心事，你大心事，用我口知道你大心事，直到永远万代。我要唱耶和华的大慈爱到永远，我要唱，我要唱，我要唱耶和华的大慈爱到永远，我要唱耶和华的大慈爱，我要唱耶和华的大慈爱到永远，我要唱，我要唱，我要唱耶和华的大慈爱到永远，我要唱耶和华的大慈爱，用我口叫人知道你大心事，你大心事，用我口叫人知道你大心事，直到永远万代。我要唱耶和华的大慈爱到永远，我要唱，我要唱，我要唱耶和华的大慈爱到永远，我要唱耶和华的大慈爱。让我们大家一起开始做感恩和认罪的祷告。当我们来到主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先为着我们过去一周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还有神在我们教会当中各样的事工服事各样的恩典，我们首先我们献上对神的敬拜和感恩，然后接着下来我们为着我们在个人的行为原理上若是有得罪神不蒙神喜悦的，我们求神赦免，我们大家一起做感恩和认罪的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保守我们今天早晨能够来到主的面前，能够一起的来祷告。感谢主让我们有如此的恩典，透过主耶稣基督能够来到天父面前向神祈求祷告。主啊，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要敬拜你，我们要赞美你，我们要向你感恩，因为主你的恩典临到我们这些不配的人的身上，借着主你的救赎的恩典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显明了你对我们的爱，拣选我们这些不配的人成为神的儿女，使我们罪得蒙赦免，有永生的盼望。感谢你赐福我们的生活，保守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能够经历主的同在，经历主丰丰富富的恩典。感谢主你赐福教会各样的事工各样的侍奉，都有神的同在神的带领和保守，好让我们能够荣耀你的名，愿一切的荣耀都归于你。主啊，我们来到你面前，也恳求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再一次的来涂抹遮盖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让我们在你面前没有罪的捆绑和拦阻。主啊，若是我们愿意来到你面前认罪，主你就应许凡在你面前认罪悔改的，主你必要赦免。主啊，求你施恩，让我们这个时刻就经历主你赦免的带来的平安和喜乐，让我们在你面前能够坦然无惧的来向主祷告。主啊，求主施恩，求主帮助我们，怜悯我们，常常靠着圣灵的大能过圣洁得胜的生活，以致我们能够成为圣洁的器皿来荣耀你。求主施恩，
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接着下来我们要灵修一段的经文，请大家一起的来读创世纪十二章第一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亚伯兰当他还住在乌尔的时候，听见耶和华对他的呼召，他也愿意的回应上帝的呼召。所以从这个呼召开始，我们看到神透过亚伯兰后来成为亚伯拉罕，成为了神救恩的一个开始的起点，祝福就临到这一家。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他愿意顺服神的呼召，让他的生命能够有神的旨意跟计划，以致他的生命开始有了新的改变，新的方向，让他的生命跟过去完全的不一样，因为他已经成为神的器皿，神的旨意在他的身上。所以弟兄姐妹们，上帝的呼召临到我们每一个人的时候，让我们也愿意学像亚伯拉罕顺服神在我们身上的呼召。神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呼召都不一样，神可能呼召你在你的工作岗位来见证荣耀他，神呼召你可能在教会的事工上来侍奉他，神呼召你在你的家庭为神做美好的见证。每一个人如果愿意顺服神的呼召，我们的生命将会有新的方向、新的动力、新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在神的恩典当中，我们来见证荣耀我们的神。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学习顺服上帝在我们生命中的呼召，让我们的生命成为神的器皿，成就神的旨意，也让我们的生命领受神给我们的丰富的恩典，透过神的恩典来荣耀他。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我们大家一起开声祷告，为着今天早晨这一段的灵修的领受来祷告，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愿意的领受并且顺服上帝的呼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成为神祝福的器皿。我们一起祷告。感谢天父，透过早晨这段灵修的经文，让我们能够提醒自己，神的呼召临到我们的时候，可能在我们的工作岗位上，在我们的家庭或者在教会的侍奉的岗位上，呼召我们出来侍奉你，见证荣耀你的时候，主啊，让我们愿意的顺服，透过我们的生命来见证荣耀你的名。求主施恩帮助我们，让我们常常的警醒祷告，敏感于主你在我们生命当中那微小的声音，让我们愿意的回应顺服，像亚伯拉罕一样，当他顺服神的呼召的时候，他的生命变成蒙福的生命，他的生命变成神荣耀的器皿，来完成神的旨意。求主施恩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命也是这样一个蒙福的生命。我们感谢赞美你，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接着下来我们要为这教会的事工来祷告。首先我们要为这十月二日晚上八点长知会的会议祷告，就是星期六晚上的八点钟线上的长知会会议，求圣灵带领保守赐福长知会的这个会议，让我们能够顺服上帝的带领，与神同工，一同的来建立教会，也求神赐给教牧长知同心配搭，有神的上头来的旨意还有意向，一同的以及主耶稣基督同心配搭来建立神的教会。我们大家一起同声祷告。天父，我们特别为这星期六晚上八点的线上长知会会议交托祷告，求神保守带领赐福这个会议，主耶稣基督成为我们会议的主，圣灵引导带领我们的心，愿意顺服主耶稣基督的带领，以主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同心同工，一起的建立主的教会，让我们在
整个会议当中看见主你掌王权居首位，你赐给我们智慧，使我们明白你的旨意，按着你的旨意来决定教会所要做的事，让我们所决定的，我们所施行的，都能够蒙主你的悦纳。求主施恩保守赐福教牧长之，在主的恩典当中合而为一，以主耶稣的心为心，一起的同心配搭来建立主的教会。求主施恩赐给我们智慧，赐给我们恩典，来完成主你所托付我们的使命。愿一切的荣耀都归于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第二项，我们要围着教牧长职的服事，满有圣灵的能力来祷告。我们看到初期教会神拣选的第一次的这个长职，就是七位长职、七位执事，都是被圣灵充满的。使徒他们专心祈祷传道，而这七位执事却被圣灵充满，来执行教会一切的事物。所以我们求神祷告赐给我们教会的长老执事，还有我们教会的牧者，有圣灵的充满，让我们能够常常行在圣灵当中，让我们的服事充满能力，充满的见证。我们大家一起同声祷告。天父，我们为着我们的教牧长职能够领受圣灵的充满来祷告，保守我们，赐给我们有圣灵的能力，圣灵的所赐的力量，圣灵所赐的智慧，来完成主你所托付我们的使命。特别在教会的服事当中，我们要经历，我们要面对许多的困难挑战，求主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常常的在圣灵里面靠着圣灵行事，以致我们能够蛮有能力的来侍奉你，以致我们在侍奉的当中能够荣耀你的名。主啊，若是我们离了主，我们什么都不能做，我们唯有依靠圣灵的大能大力，常常在圣灵当中的引导、感动、光照当中，使我们能够做你所吩咐的事，做你要我们做的工，让我们能够成就主你的美意。求主施恩保守我们，带领我们，使我们常常的能够领受圣灵带来的能力，以致我们的服事带来复兴，以致我们的服事带来教会成为一个荣耀的教会，能够彰显你的荣耀。我们感谢赞美你，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第三项，我们为着弟兄姐妹们同心参与教会线上的崇拜和事工祷告。特别在这个疫情当中，我们看到疫情几时结束是一个未知数，现在我们只能够适应这样的改变，大家要学习适应这样的一个新的事工的转型，我们都要在线上参与崇拜，在线上参与栽培班，参与这个团契的机会。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弟兄姐妹们，让我们能够透过这样的线上的这个团契事工服事还有崇拜，让我们的灵命得到造就，让我们能够遵行神所吩咐的，常常把我们的这个信仰建立在神的真道这个根基上。我们大家一同开声祷告。天父，我们特别为着弟兄姐妹们在这个疫情当中能够同心一起的来参与教会线上的各样的聚会，无论是教会的崇拜、教会的祷告会、教会的栽培班，或者各不同的团契的聚会，让我们大家一同的在主的真道上被造就，透过线上的事工，我们能够彼此的学习，彼此的成长，让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心智，能够在疫情的挑战当中仍然遵守主的教导，没有停止聚会，没有停止敬拜，没有停止追求渴慕主的道。求主施恩帮助我们的教会，使我们在挑战当中常常有神的恩典帮助我们去克服一个又一个的困难，让我们能够在这个线上的事工继续的蒙主的赐福，让我们透过这些线上的服事能够成为一个祝福的管道，不单是祝福我们教会的主内弟兄姐妹，
也同时也祝福其他的弱小的教会，祝福更多其他地区的弟兄姐妹，让他们也能够在神的道上蒙造就。我们感谢赞美你，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第四项，我们要为着所有参与服事岗位的弟兄姐妹祷告。我们现在服事的工厂啊，不是在实体的这个团契或者实体的崇拜，反而我们要转向这个录制的这个形式。所以在录制的过程当中，会面对挑战，会面对许多的困难，求神保守，也特别赐福所有参与在服事岗位的弟兄姐妹，团契的导师、职员、主日学的老师啊，教会崇拜的这些所有的服事的弟兄姐妹，让我们都在主面前存着一颗感恩敬畏主的心来侍奉神，没有埋怨啊，没有许多的这些苦读，让我们忠心的谦卑的来侍奉神，以致我们所做的能够蒙神祝福。我们大家为着这些在前线服事的弟兄姐妹们祷告。天父，我们特别纪念到我们在线上这个前线服事的弟兄姐妹们祷告，在面对这个疫情的新常态带来的服事的新的转变，我们需要适应这样的改变，透过这样的一个服事能够来服事祝福弟兄姐妹们。求主施恩保守各不同团契在这个线上的团契的聚会，还有儿童主日学线上的这个录制崇拜的这个录制，求主施恩保守赐福我们在多媒体的这个服事的工作，保守我们每一次更加的能够不断的精益求精，把最好的献上，以致我们将主你当得的荣耀归给主，让我们在线上的服事能够在平时实体的服事一样，存着感恩敬畏主的心来侍奉主。求主帮助我们弟兄姐妹，加添给我们力量，特别在这个服事的过程当中有挑战有困难，求主挪去一切的拦阻，帮助我们能够靠主的恩典能够得胜一切的困难，让我们在服事当中看到我们经历主的同在，以致我们能够在我们的信仰我们的这个服事的路程上更加不断的有主你的这种生命的与生命的交流，使我们的灵性更加的得到长进和突破。我们仰望你，愿一切的荣耀都归于主，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第五项，我们为这110周年的感恩崇拜的筹备来祷告，还有特别也为这特刊还有微电影的制作能够顺利完成祷告。求上帝保守看顾所有参与的同工在当中所有的这些细节工作都能够顺利的完成，以致主的名得到荣耀，让我们今年这个110周年的庆典能够透过我们的这些服事制作，把上帝的恩典记录下来传给下一代，让我们能够常常的纪念上帝在我们教会的恩典，让我们透过这些所做的一切，把神的工作神的恩典能够彰显出来，使神的荣耀得到彰显。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特别为这教会110周年的感恩崇拜的筹备交托祷告，为这一切的录制，为这一切的后制的工作，为这一切的这些筹备交托在主的恩手当中，求主的灵与我们同在，保守看顾赐福我们，也特别为这特刊还有微电影的制作能够顺利的完成，保守参与在当中的同工们，求主赐给他们智慧，赐给他们恩典，还有所需用的一切都能够丰丰富富的按时蒙主供应，让我们能够把最好的献上，以致能够透过这一些不同的媒体管道来记录神在三一堂过去110年来的恩典，让我们把主你的恩典记录下来的时候，我们就常常的存着感恩的心来敬拜你，把这样的恩典传扬给下一代，把这样的记录，把这样的
神在我们教会的这些所行的奇妙的事情，还有我们过去领受主你各样的恩典，都能够透过文字、透过电影、透过敬拜的整个程序能够彰显出来，使主的名得到荣耀。求主施恩垂听我们的祷告，愿一切的荣耀都归于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接下来让我们唱诗歌当转眼仰望耶稣。接下来我们要为这缅甸的局势能够早日恢复和平来祷告。我们特别纪念到这个国家，他们的政治目前陷入动荡不安的局势当中，特别纪念到教会在那里的见证，特别我们所支持的这个真福教会，还有我们所支持的一个儿童主日学的这个家庭，还有这些孩子让他们蒙主的保守赐福，让他们能够在危险当中有神的拯救。我们大家一起为这缅甸这个国家来祷告。天父，我们特别的纪念到缅甸目前所面对的动荡不安的局势，交托祷告，求主施恩保守这个国家能够早日恢复和平，恢复这个安定的生活。特别纪念到缅甸的教会在这个动荡不安的局势当中仍然为主发光作盐，保守他们的平安，保守他们在危险当中有主给他们有安居的地方，使他们能够远离一切的逼迫和危险。求主保守看顾赐福，让他们能够在主的恩典当中能够经历神的带领，使他们继续的在这样的一个动荡不安的局势当中为主做美好的见证，传扬主的福音。求主施恩怜悯恩待赐福看顾，特别纪念到真福教会的这个事工，求主也赐福保守看顾他们在那里的服事和弟兄姐妹们他们教牧在那里的牧养，求主恩待。也纪念到我们教会所帮助的一个家庭，在这个儿童主日学的事工当中也祝福到这些孩子，求主施恩赐福保守他们在这个非常困难的时候能够有神的话语的供应帮助他们成长，求主施恩保守他们，赐给他们平安，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接着下来我们为着我们国家马来西亚的疫情早日受到控制祷告。我们感谢主，看到疫情的这个情况有慢慢越来越这个确诊的人数有减少的这个迹象，我们也继续的为着我们国家的疫情来祷告，求上帝继续的恩待怜悯我们，医治我们的国家。我们大家一起祷告。主，我们特别纪念到我们国家在这个疫情的捆绑当中有主你的恩典保守和看顾，让我们的国家能够早日脱离这个疫情的阴霾，让我们能够早日恢复正常的生活。主，我们感恩看到这个疫情有好转的迹象，确诊的人数有下降的迹象。主，我们感谢主你
带领保守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继续的仰望主，求主恩待保守我们的国家，早日能够脱离这个疫情带来的许多的捆绑，求主施恩医治我们的国家，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我们继续也要为这前线医疗人员还有确诊病人的平安祷告，求上帝保守这些在前线服事的执行任务的医疗人员，给他们有平安和健康，也让这些确诊的病人早日康复。我们大家一起祷告。恩主，我们继续的纪念到在前线的医疗人员他们的平安和健康祷告，求你施恩保守看顾他们，保护他们在执行任务的时候使他们能够有平安和健康，也特别纪念到确诊的病人，让他们能够早日康复，使他们能够跟家人重新的恢复这个正常的生活，求主施恩保守看顾。特别纪念到这些确诊病人在隔离的期间，有主你的看顾保守他们的家人他们的孩子，主我们仰望你，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接下来我们也特别为着教会的肢体的健康和平安祷告，我们也特别提名为着国研之士的妈妈刚刚动完手术在康复当中，求主继续的医治保守我们也特别纪念到在病痛当中的我们的老姐妹陈碧莲老姐妹求神也保守看顾她软弱的身体，能够蒙神的保守，让她在病痛当中有神给她的平安我们特别开声围着这两位，然后其他你们有知道的也可以提名为他们祷告，我们大家一起开声祷告。天父，我们特别为着我们教会的肢体在这个疫情当中有病痛有软弱的，求主大能的手保护看顾医治，我们特别提名为着国研之士他的妈妈来祷告，求主施恩保守看顾他经过了这个手术之后，能够使他渐渐的恢复他的身体的健康，求主施恩赐给他心里面有平安，保守他能够在主的恩典当中能够重新得力，求主施恩怜悯他。也特别纪念到我们的陈碧莲老姐妹，在这个病痛当中有主你的保护看顾，让她有主你所赐给她的平安和健康，求主施恩，求主恩待，求你怜悯。特别纪念到我们教会弟兄姐妹当中若是有病痛有软弱的，求主恩待，求主保守看顾，赐给我们在主里面有平安，特别加添给我们信心去面对一切的挑战，我们感谢赞美你，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最后我们以主祷文作为今天早上晨祷会的结束。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今天的更新晨祷会到此结束，愿神的平安与大家同在。